到家了吗？你今天去孤儿院了？你说呢？怎么会突然去那里呢？只是拍节目而已吗？不是，有什么事需要你去做的话，我会直接告诉你。你在孤儿院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？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你就别去孤儿院了。能不去的话，就尽量别去。一定要去的话，最好和我一起。我不是在意孤儿院，我是……没什么，不是机密，我只是担心而已。担心你。知道了吗？自己小心一些。我要去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之后几天不能联系你。早点休息。